南北兼容，博采众长。欧阳询从小学习书法，就受到他的恩人江左的指点。江左在陈朝时作行草为师独步，以迟汉兼妙得名。南朝的整个书法风气都崇尚王体，而江左也擅长行草书，当然以二王为宗师，由此影响到欧阳询。所以《旧唐书·欧阳询传》中说，询初学王羲之书，人们常以秀骨倾向来形容欧体字，就是说他的书法有南派书风之意，但是他并不专注于王书，而是有所变异。尽管他少年时代是在陈朝度过的，同时又学王书，自然会受到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智勇的影响，但他柔而默读。张怀瓘说欧书是风神言语智勇，就是指的这一点。陈朝灭亡，欧阳询随江宗入隋，隋代的书法主要是继承北齐、北周的书法传统。欧阳询从33岁至62岁这30年都是在隋朝度过的，所以他的书法自然受到隋时北派书风的熏陶。我们从欧书与隋碑书法大多相类中可以得到证实。入隋以后，欧书的风格起了变化，其体貌向北碑派进销刻立一路变去。宋代书法评论家朱昌文就指出，询诗法异少，尤物显进，常行见所敬所书碑，观之趋数理复返，即皮乃不作，自竖其旁三日乃得法，其经如此。欧阳询在隋朝生活的这30年是他书法艺术取得较大成就，又是兼容南北书体，博采众长而逐渐成熟的时期。这时他自然而然地将北派书法的笔意融入早先形成的南派书法的风神之中。人们常以格己来比喻欧体用笔的显进颗粒，这正说明欧书受北派书法影响之深。如果把北碑张玄志墓和隋碑龙长石碑美人董氏墓志铭与欧书相比较，便可明察欧体在结字、行笔和体貌上与北方书法的血缘关系，这是人们常把欧书归入北派的原因之一。欧阳询这一时期的作品，从用笔特点来看，既有北方书法的格己森然的笔势，又有南方书法秀骨倾向的艺术意象，同时又反映出楷隶阶段即将完全结束，而楷书进入定型阶段的书法发展的风貌。入唐以后，欧阳询书艺精熟程度更上一层楼，而且随着他的创作思想和审美趣味的变化，其书法用笔特点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从初唐到贞观前期，楷书已像当年的汉隶那样取得了正式书体的地位，即使欧阳询反倒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隶书书写形态揉进了楷法之中，这仿佛是一种怀旧和倒退，但实质上则是旧形式对新形式的服从。另一方面，他这时的书法在体貌和气势上要平和一些，其显进程度已不像以前那样剑拔弩张了。